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四百面，四百面。经文第七行，从第七行，普贤行愿品，从这看起，昨天呢学到这个地方，这一首偈是习练成佛，把成佛的道理、成佛的方法都说出来了。成佛是什么意思？一定要明了。佛是觉悟的意思，成佛就是成就觉悟。觉悟的人对事出世间一切理事都能够通达明了。今天在这个世间，科学跟哲学所追求的也是这种事情。希望对于宇宙的奥秘理事因果都搞清楚，都搞明白。佛法所追求的跟科学哲学目标完全相同，而且呢都已经找到了。成佛就是找到了。所以这是一门学问，是一门大学问。我们看念老这个注解，他引用普贤行愿品一段经文，佛以这个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体，应于众生而起大悲，应于大悲则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呢，成等正觉，就成佛了，就是成就圆满的智慧。这叫成等正觉。首先，我们要了解，佛法没传到中国来之前，中国的老祖宗也有跟佛同样的认知，老祖宗告诉我们，人性本善，这个本善就是人性里头有大悲心，有怜悯心，有不忍人之心，别人有困难了，看到的时候不忍心让他再受苦，一定会也主动无条件地去帮助他，这样的事情在现在少见了。在抗战时候，几乎社会上普遍都能看到。我们自己是逃难的人，日本兵在后面追，我们在前面逃。一生什么都没有，
一分钱也没有，怎么生活？走到任何地方，平民百姓都愿意帮助我，无条件的，而且照顾非常亲切，非常周到。啊，在那个状况之下呢，我们就能看到人心本善。啊，看到啊，人人都是好人。啊，我们跟这些人无亲无故。啊，无条件的照顾我们衣食住行。啊，这些落难的人。啊，每一个人对他都有同情心，这就是大悲心。所以大悲心呢，是诸佛如来之体。体就是根，就是本。所以应于众生而起大悲也。这大悲是心。啊，真的怜悯你，真的会照顾你，会关怀你。啊，现在的人这个大悲心淡薄了，名利心重了。啊，抗战这才六十年前呢，六十年前的人有大悲心。对于自私自利的心呢，比较淡薄。啊，见人有苦难呢，会主动自动的去帮助。啊，从因大悲心呢，才生菩提心。菩提心就是圆满的慈悲心，对众生。对自己啊，真诚的爱心呢、啊？爱心的表现，真的爱自己，不是爱自己的身，身是附带的，爱自己的德行。爱自己的性格，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：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那是自信的性德，没有不爱护的。名闻利养可以不要啊。荣华富贵可以不要啊，这些自信的道德观念不能够没有啊。啊，具足这些信德，这一生再贫穷再困苦没有关系，有德的人肯定后面有福报啊！尤其在苦难当中，苦难怎么来的？现在我们知道啊，苦难是不善心行干的。那受苦难呢，我们这不善的业就爆掉了。我们修的善业在呀，不善业报尽了，我们的善业就现前了啊，所以福报在后面呢。来得早，我们下半辈子享福，那叫真正的福报。为什么年岁大了没有福报很苦，年轻的时候没有福报无所谓啊，有体力那能扛得过去，年岁大了可就不行了。
啊，所以中国人跟外国人不一样啊。你看中国古老的教育，小时候严加管教，中国的小孩没自由啊，不像外国人天真天真烂漫的，没有啊，规规矩矩。那为什么从小培养你的德行啊，到中年你才知道贡献社会，贡献给你的家庭啊，晚年呢，晚年享福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很清楚的能够理解到，孩童的时候是培养福德的根基啊，有这个根基，有智慧有能力，他才能奉献给社会，那是造福啊。所以晚年退休了啊，享福，你看这很难得了。外国人可怜，他颠倒了，他是儿童享福啊，大人照顾的无微不至啊，一切都随顺他啊，中年是战场啊，那个社会是竞争的社会啊，啊要拼得个你死我活了。晚年是坟墓啊，晚年非常寂寞啊，住在老人公寓啊。早年的美国还不错啊，国家富有啊，抗战胜利之后，全世界最富有的、最强盛的就是美国啊！没有人不羡慕美国啊！啊，我们也到美国去住了十几年了啊！现在美国衰了，大幅度的衰退了。啊，你看美国负债是全世界第一个最大的负债国家。啊，以前它是债主国，没有一个国家不向它借钱贷款了。啊，现在颠倒过来。啊，它是全世界最大的负债国家。六十年的时间呢，那个福报就享尽了啊！美国那么多老人，现在国家养不起了，养不起又不能不养，养不起也要养。你要不养，这些人不投票不选你做总统，你要想做总统，你就都答应去养他。啊，怎么养呢？借债来养啊！啊，这是我们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啊，亲眼看到的。美国从兴到衰，甚至于到灭亡，啊，这是我们非常好的教训。他是怎么兴的，怎么衰的，怎么亡的，我们要汲取。一个国如是，一个家庭也如是，不能不积德了，生活不能够奢侈啊。这是我们祖宗讲的很多很多，在中国历史上这个例子也很多啊。末代的皇帝没有一个不奢侈的，他要不奢侈他不会亡国啊，浮华奢侈啊，注重个人的享受，
疏忽对老百姓的照顾，所以人民起义就把他推翻了。啊，急之而起的王朝，啊，掌握政权的人知道过去的教训，啊，前个朝代是怎么亡的，不敢学习，要改过自新，啊，他的政权才能延续下去。如果是依旧，啊，照着前一代这种奢侈豪华的生活，不顾老百姓，没几年他也亡了，啊，他不能存在呀。啊，中国的历史是全世界记载的最完整的，啊，全世界历史没像中国历史这么完整。啊，历史上记载的是五千年了，从三皇五帝到现在，啊，五千年历史的教训，老祖宗教我们怎样做人，怎样生活。啊，人不能离开群体，啊，人一定要依众靠众，依众靠众，对大众不爱护怎么行呢？爱护大众像爱护自己一样，你就成功了。啊，没有人不拥护你，没有人不爱戴你。啊，你搞独善，不顾别人，你怎么会长久？啊，所以诸佛菩萨懂这个道理，要发展自己的心得，千万年来历史经验事实证明了这是一条正路，这是一条光明之路，不但带给你身心健康，啊，为什么身心健康？没妄想，妄想对身体真有关系吗？有关系，老祖宗讲的多，佛讲的多，我们当耳边风听，没有真正留意。今天科学家证明的，这意念的能量非常大，无法想象。啊，最近的这些科学家、量子学家几乎都在研究这个问题，啊，群体集中的意念就更大，啊，可以能改变我们的环境，过去我们读古书，读佛经，佛经上都有讲这个，我们没重视。科学家也提了，哎，佛经上全有啊，都找得到啊。啊，意念的集中，你看佛经上说多少次，大小乘经教上都有，
至心一处，无私不办。这佛说的啊，那个心就是念头啊，把念头集中在一个地方，那个能量就非常大啊，对自己可以疗愈自己身心一切病痛啊，人可以老，但是老不生病，老而不衰啊，那是什么？人心好，念头好，就这么个道理啊，身体就好，因为他念头啊，能够啊控制我们整个的生理啊，生理有什么缺陷，有什么病毒，它通通能帮助它恢复正常，不需要医疗，不需要靠外头力量，自己本身就把它解决了。啊，最近大概也有二三十年，美国夏威夷群岛有一个蓝布斯土著的啊，用古老医疗的方法治好了很多这医生束手无策没办法的人，他把他治好了啊，通过他治好的人大概有3000多个例子，没有一个失败的。那用什么治的呢？就用他的意念，他跟病人不需要见面，不需要诊断，只要这个病人检查身体的时候，这个报告，他只要这份报告就行了。啊，他这个治疗方法，佛经上有啊。啊，首先一个概念，自他不二，他跟我是一体，要承认这个。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。他就观想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。现在看到这个病例报告，知道自己有哪些地方有毛病，用自己的意念把自己的毛病治好，对方就没病了，就好了。啊，生病的人，隔2-3千里路之外没问题，都能治好。神奇啊！啊，这就是佛说的吗？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嘛。这是小事啊，大的事情就可以化解灾难啊！只要你真正有这个定功，你就有这个力量。因此，我们对古人说的一句话，就想通这个道理了。古人说：“富人居富地。”这个人有福，他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富地。富人住的地是富地，富地就是不会有灾难。那为什么呢？他的意念太好了，他的意念就能把这个地方灾难化解掉。啊，富地富人居啊！啊，居住这个地方，人意念不好。这个地方有问题啊！我这么多年来在外国选择居住的地方，我怎么选法呢？我看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这个社会的伦理道德，我看这个
一般都衰了，是不是比较好一点？另外看一个呢，青少年的犯罪率啊，青少年犯罪率少，这个地方好；青少年犯罪率多，这个地方就最好别住这个地方。啊，我看两个伦理道德的地方，看什么呢？看老人福利事业。啊，这个地区老人福利事业办得好，老人在这里住得心安，啊，生活的还快乐。你只看这两点。啊，如果这个地方老人很可怜，这个地方没福报。啊，青少年犯罪率多，社会一定不安定。这个很重要啊。啊，在一个地方建一个小道场，自己修行弘法利生啊，佛法教我们观其地方适不适合啊，人民是非常好教的人民的胃口不大了，只要能吃饱能穿暖啊，居住的环境很安定，他就很满足了。世界上人没有喜欢造反的人啊，谁去干这种事情啊？那造反是逼得他没有办法了，逼得他不能活了，他才拼命啊！啊，只要还能活得下去，绝对不会干这种小事情。啊，中国自古以来，啊，读书人向往的是什么环境呢？田园环境。一家能有五亩地，生活就能过得去了，他就非常快乐。那生活节俭，节俭的生活是健康长寿的生活。啊，奢侈豪华富贵，你看看中国历史上历代的帝王，有几个帝王是活过六十岁的，像六十岁以上的太少太少了啊！一大多数的帝王都是四五十岁就走了，为什么呢？福报享尽了，他只有那么大的福报啊！啊，在中国大概历史上，真的乾隆号称十全老人，古稀天子，自古以来稀有的皇帝，福报大。他做六十年皇帝，还做四年太上皇。啊，八十多岁走的。真找不到第二个啊。啊，那个人是多少世修来的福报。啊，自己书读得多。啊，明理也。不合理的事情不能干了、啊。
啊，唐太宗是历史上一个好皇帝，好像他五十多岁走的。28岁做皇帝，做了23年。对，50还是51岁做的。啊，啥业才中啊？啊，死了以后堕地狱，做皇帝造地狱业，一样要去堕地狱。不能说做皇帝造地狱业就不受地狱苦，没这个道理啊。啊，他造的什么业呢？战争的时候杀人太多了。啊，这是什么开国的皇帝。开国的皇帝容易造罪业，打仗啊，总要杀人啊。你要晓得杀人当中无辜受害的不知道有多少，要负责任了。啊，末代皇帝是贪图过人的享受而亡国的，而堕落的。啊，开国的皇帝多半是因为杀业太重。啊，杀人杀生吃肉确实不是好事情。啊，我们还算很幸运。啊，26岁认识佛教。啊，我是认识佛教半年之后就开始素食了，啊，觉悟了，想想确实是有罪，畜生也是一条命啊，他也爱自己的性命啊，他不愿意死啊。啊，杀他来补火，没有这个道理，讲不通的。那我们想清楚想明白了，就把肉食断掉了。啊，过去年轻的时候杀过生呢，我在抗战时候还打了2-3年猎，打猎杀不少生啊。我的体会比别人深啊，所以我学佛老师教我断我求善，我的收入很微薄，只做三桩事情啊，第一个就是放生，啊，第二个是印经，啊，第三个就是帮助病苦的人，有人生病买不起药，啊，省一点钱的时候，给他们做医药费。啊，一生我就做这三种事情。很简单，啊，最近就是这个十几年，可是特殊的缘分，跟许多宗教接触，啊，我就有心帮助这些宗教回归教育。啊，宗教一定要讲学，一定要上课。啊，我在这带头。
去影响他们，去帮助他们啊，这也是布施啊。啊，对社会安定和谐有帮助。啊，对化解冲突有帮助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啊，中国文化，全世界真正有知识有学问的人都认识，都知道好，而且肯定化解21世纪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。啊，这是外国人肯定，中国人陌生，因为中国人不读中国书了，外国人读，不但读，非常认真。我们看到了，从内心里的佩服。啊，他们学的中国话是北京话，标准的北京话。他们学中国文是文言文，现在中国人很难跟他相比。他读中国古书，看中国古老的注解，我们访问叹为观止啊！啊，中国东西，外国人在认真学习啊，我在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的华侨非常团结，有600万人。啊，华侨办的小学叫华校，有1000多所小学，有61个中学。啊，这些学校的校长老师曾经在汤池受过长时间的培训啊，我听说有500-600人。啊，所以他们对汤池非常了解。啊，汤池解散没听到有人着急，我们也不着急，我们服从命令啊，叫停课立刻停课，叫解散马上解散啊，连他们也没想到怎么这么容易啊，一点反抗意见都没有，这是佛教徒的本色。中国历史上三无灭法，哪一个佛教徒出来反对？没有啊，都乖乖的听话了。啊，一个命令叫还俗，好就还俗。啊，这个皇帝死了，下个皇帝出来这登基之后了，佛教徒这么好，啊，马上就兴旺起来，皇上就护法了。为什么？看到了吗？是最好的公民嘛？啊，所以灭法的时间的时候，大概不会超过3年，就又恢复了。这事实让人看到了。
我说我们过去表现得这么好，现在不能表现太差了，表现太差对不起祖宗啊，对不起前人啊。啊，所以解散的时候啊，感到忧虑的就是马来西亚雷皮老师校长啊，他们找李金友，因为知道李金友跟我关系很好，我们常常在一起，说能不能不解散？我说不可以，绝对服从。这搬家都是搬到哪去啊？哎，搬到马来西亚来，不行啊！啊，试着看吧。他们向马来西亚外交部啊，不是教育部啊，教育部去注册。啊，注册的名称呢？马来西亚庐江文化教育中心。没有想到，不到两个星期就批准了，真批准了。我感到很惊讶。啊，教育部长跟我见了面，马来人，回教徒。对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热心支持，我很感动啊！啊，这个我才通知蔡老师，啊，我们的老师庐江的老师愿意到马来西亚来，啊，可以在马来西亚继续学习，啊，好像来了20多个人。啊，去年当地华侨信徒送我一块土地，13个阴谋，一个阴谋是中国六个亩，十亩就是60亩，三六一十八，78亩地。比汤池大一倍，汤池只有30亩，大一倍还多一点。我们就建一个汉学院，啊，首相很快就批准了。破土典礼，首相亲自参加去主持，消息送到我这来了。我就不能不去了，啊，我得去陪他，啊，所以我去参加了破土典礼，啊，好像住了2-3天，我就回来了。啊，这个名字呢，学叫马来西亚汉学院。啊，前一次我在马来西亚讲经，啊，首相邀请我在他家里见面，我就把我们过去汤池的经验告诉他。啊，我去参观欧洲的汉学，啊，2次访问伦敦。看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这3个学校，欧洲汉学中心啊，我把我看到的些情况告诉那些首相。我说现在那个地方汉学衰了啊，汉学要复兴，马来西亚是个好地方啊。为什么呢？它有1000多个小学，有61个中学，啊，这些学生老师对汉学都很关心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环境，啊，如果政府支持，啊，我说欧洲的汉学中心移到马来西亚
将来马来西亚是全世界汉学中心，他听了高兴啊！啊，全心全力支持啊！啊，他们把建校那个图画出来给他看，他在图上签字签名，祝福。啊，解剖图他亲自参加，真难得。啊，我告诉他，汉学是全世界人的文化财产，不属于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族群，啊，它是属于人类的。什么地方认真去做，这个国家了不会有灾难。他听到就更欢喜了。啊，祖宗保佑你。他们是伊斯兰教，是真主保佑你，真主在护持啊，佛菩萨在护持啊，啊，他们相信宗教啊，啊，任何宗教寻求这个目标都是幸福美满啊，死了以后，回教也讲地狱，决定不到那边去啊，他们向往的是天堂啊，我告诉他，天堂里头最殊胜的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也是天堂，天堂很多啊，心量拓开，能够包容佛教文化，包容中国传统文化，这是很了不起的一桩事情。啊，所以马来西亚是个好地方。啊，将来在全世界灾难，他真正把这桩事情做好，他的灾难可以化解。啊，这现在科学家相信，为什么境随心转？啊，这个国家领导人，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有这样的认识，了不起啊！啊，汉学院的兴起来，使人类文化就会复兴了。啊，汉学的兴量很大。能包容不同的文化啊，佛教是印度文化，中国人能包容，不但包容，认真学习，把它当自己东西一样看待啊，只有伦理道德才能拯救世界，才能恢复安定和平啊。70年代汤恩明说过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他说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。我访问伦敦的时候，跟汉学院的同学举行一次交流，啊，他们的教授跟同学跟我见面，我就把汤恩比的话提出来，这是你们英国人讲的，你们比我熟啊，你们能相信吗？啊，我问他们这句话很有道理，他们研究汉学，不研究汉学，你问这个话没有意思。他研究啊，啊，根据你们的研究，你们认为汤恩比的话可不可以相信？啊，这些同学对着我笑，没一个人说话。
那什么原因呢？半信半疑，不能不信，但是有怀疑。那我反过来也问一句，我说难道唐恩比的话说错了？啊，也没人答复，回答我，连同教授都在外面笑。最后我就告诉他，我说汤恩比说的话没有说错，我们把它解读错误了，解读有问题。啊，所以你们不敢表态。那怎么解读有问题呢？你说提起孔孟，你们马上会想到什么？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。啊，提到大乘佛法了，你们一定会想到华严、法华、般若这些大经大论。啊，这是你们现在在研究的，拿这个东西去写博士论文的。啊，当然不敢讲。啊，我说这是我们的解读有问题。我跟你们的解读不一样。我说四书五经十三经是儒家的花骨啊。啊，华严、法华、般若这些大乘经是大乘的花骨，好看。啊，虽然好看，你没有享受到。你没有得到真正的利益，你们得到利益无非是写一篇文章，写一篇博士论文，将来拿到学位。啊，真正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没享受得到啊！啊，儒家的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你没想到，你没得到。啊，大乘的。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你没做到，你没达到。啊，学佛常生欢喜心，你没得到啊。啊，那要怎样才能真正享受到呢？花果，你想想花果从哪来的？啊，枝上长的，枝从哪里来的？枝从干来的，干从哪里来的？干从本来的，本从哪的？本从根来的。你有没有想到树根呢？你只是看花果，再好的花果，根培养出来的，生出来的，根是什么？根是个普世教育，大家都收获了。儒的根是弟子规，你没想到，做梦也没想到啊。啊，道的根是感应篇，佛的根是十善业道经，波波的那么一小本。啊，那个根是根。你把这个东西收获掉了，你还搞什么？这些东西收获掉了，你所搞的，我那个时候就跟他讲了，你们搞儒学、道学、佛学啊，如果写在黑板上这几个字啊，儒学、佛学、道学你们搞的这个东西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学术，这是知识啊。我说我学的跟你不一样哎，他们就很奇怪了，我学的怎么跟你不一样呢？
我说我不是搞佛学、道学、儒学，我跟你们搞得相反的。啊，中国人念书，看这个字，是从右到左，我们身上右手到左手。那从我们这边念去的是学佛、学儒、学道。你们那个儒学、道学、佛学，我说我从这一边学的，我得受用。学佛要学的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学道呢要学的跟老庄一样，学儒呢要学的跟孔子、孟子一样，那你就快乐了。我们交流的时间只有一个多钟点，不需要翻译，他们的普通话讲得非常好。啊，时间虽然不长，给他一个新的概念。啊，告诉他，儒学、道学、佛学解决不了问题，要学儒、学佛、学道才真正解决问题。啊，自己所得到的，像老师告诉我的，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学佛、学儒、学道能得到。搞佛学、儒学、道学得不到，两把事情啊！啊，学儒、学佛、学道开智慧呀，智慧能解决问题，没有后遗症。啊，儒学、道学、佛学那是学术，那是知识，知识解决问题是有局限性的。不是全面性，而且有很多后遗症。啊，我在这两个学校，啊，都是一个多小时的讲演，给他们很大的启示啊。他们从来没想到啊，包括他们的教授。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摄受力，我们怎么可能一辈子去学习它，锲而不舍？啊，越学越有兴趣，越学越欢喜。啊，我很欣赏古人一句话，他说的：“世味哪有乏味浓啊？”就世间的乐趣啊，啊，那个滋味呀、啊，比不上乏味呀、啊。这乏味你没尝到啊，你要尝到乏味呀、啊，你把世味就丢得干干净净的了，你再不会去想它了。乏味浓啊！佛经一读啊，世间的书不想再看了。啊，不懂得佛法的时候，这世界好东西多啊！啊，也有很多名著啊，让我们流连忘返。啊，可是进入佛法之后了，那些东西就不想再看了，浪费时间，增长烦恼，不像佛法，佛法增长智慧，不生烦恼。啊，真的不一样啊！啊，所以这是把这个离体根。根之根，这是本性里的有的，恻隐之心，孟子说的，人有不忍人之心，看到别人受苦受难了，自己有同情心，自己会流眼泪，会感到很伤心。啊，一般讲啊，良心呢，
人有良心，人有良知，啊，老祖宗说的人性本善，人之初性本善，真的一点都不假。从这个本善，就生起大悲。佛法讲慈悲心，遇到人有苦难，真的能够舍己为人啊，牺牲自己帮助别人，什么样的苦什么样的难都愿意承受啊，希望众生不受苦，希望众生受少受一点苦啊，佛家讲待众生苦啊。因大悲心呢，就升起菩提心了。菩提心是真干了。菩提心落实在哪里呢？落实在修一切善，断一切恶，无量无边的善法，佛把它归成六大类，就是六度。叫六波罗蜜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啊，展开来无量无边的善心善行，归纳就是六条。那造恶，恶也是无量无边的、无尽的，也归六大类啊，这个六大类是什么呢？奸贪，头一个，奸是吝啬，自己有的不肯给别人，啊，贪是呢，自己没得到的，拼命想得到，不择任何手段，啊，奸贪是第一个。不善呢，第二个破戒，第三个成慧，第四个懈怠，第五个散乱，第六个愚痴，所有一切不善的归纳这六大类，以善去对治不善，这就是菩提心，这就是菩萨心。有这个心就是菩提心，菩提心起作用的时候就是菩萨心，真干啊！所以因菩提心成等正觉啊。那下面取个比喻啊，这是佛经上的，譬如旷野沙棘之中有大树王，有棵大树，若根得水呢，枝叶花果悉皆繁茂啊。啊，生死旷野，菩提树王啊，亦复如是啊。啊，这从这个比喻上说。啊，生死旷野，菩提树王就是我们那个本善的心。啊，本心本善，啊，若根则水呀，啊，它这个是很重要啊，啊，一切众生而为树根，诸佛菩萨的而为花果啊，以大悲水。饶益众生，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化果。菩萨不真正去修六度，用六度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
把无量的恶把它化解，无量的善让一切众生都成就，这就是菩提心、菩萨心落实了。这样能成就啊佛菩萨智慧化果啊。又大日经曰：大悲为根，今法藏菩萨亦复如是啊，以大悲故广行六度，普度众生。法藏菩萨接受诸佛如来的教诲，真干了啊！真干就是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啊！先从自己下手，自己没有做到，不能影响别人啊！自己把三个根扎好啊，然后这个六菩萨行不难做。下面给我们解释六波罗蜜。六波罗蜜即六度啊，平常说六度，波罗蜜是梵语，是正涅槃之正因。我们今天修净土法门，是以发菩提心记住这一句话。菩提心是落实在六波罗蜜当中，没有六度，菩提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只有修六度才是真实的功德。我们要干这个事情啊！净宗法门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这是往生不退成佛的真因呐！那六波罗蜜呢？六波罗蜜是住，叫正住双修。正修是念佛，住修是修六度。正住要用平等心看待。你的功德就圆满了。如果是正是主啊，宿是副的，就是可修可不修，你有这个念头就错了，你的分数打折扣了。正住同样的重要。我念佛，念佛功德一定回向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啊，这就对了，不是专为自己啊。一切众生放在前面呢，自己放在后面呢。这个道理前头讲过很多次了。总是先别人后自己。自己修成，给别人做个好样子，别人
才肯相信。啊，布施这个事情是因果，我们常常讲，讲了几十年了，是真的不是假的，越施越多，越多越施啊，别留啊，一留就错了啊，施掉什么，后头又来了，源源不断而来。啊，像江河的水一样。啊，前浪过去后浪去接出来了。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真搞完全搞明白，你的胆量就大了。啊，无限量的就不是。啊，不是我家里到明天粮食都没有了，还要把它吃掉，明天自然就来了。哎，根本不操这个念头，也不去想这种事情，一切都是自然的。啊，然后才知道因果不可思议。诸佛的加持不可思议。修学的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这是你源源不断的真因呐。啊，善因善果。恶因恶报都摆在面前。啊，科学家的解释，哎，不能不信。但是科学家的不敢讲哪个是真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么多年来，前面一个科学家发现的定理，真理啊，没过十几二十年，后面一个科学家起来把它推翻了。啊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。啊，光的速度永恒不变，啊，这都是真理。现在的科学家发现了，中微子的速度比光速高，超过光速了。那爱因斯坦讲的是不是就不对了？啊，相对论呢，可能也会被人推翻了。科学家也知道，永远不敢说自己东西是永恒不变的，后面来的会把前面推翻。那这一推翻之后，科学的基础就重新建立了。那过去这个科学认为二分法是正确的，啊，把一切法分作物理跟心理两分。现在的科学家说，这个两分法是近代三百年这个科学最大的一个错误。啊，他发现什么？心跟物是一体的，不是两回事情。心物不能分割，啊，从什么地方发生的呢？从基本粒子，啊，从小光子发现里面，它有物质现象，它有精神现象，啊，什么讲？它有信息，整个宇宙的信息全在里头。啊，像现在你们用手机晶片，电脑用的晶片，啊，还不到指甲这么大，
里面储存多少信息啊，没想到啊，基本粒子那么小的，肉眼看不见的，它里面的信息是全世界的，全宇宙的，过去现在未来全在里头啊。所以现在科学提倡一个全息的理论啊，没有大小啊。他举一个例子给我们看，照一张照片啊，这个人的一张照片啊，把这个照片撕开分成两半，每一半你们看还是整张的，还是全体都看见啊，再把它分小，分成最小的时候你去看，还是完整的照片啊，这叫全息啊。实际上的是这个最小的物质现象，像这些小光子，它里面的信息是整个宇宙的啊。这就是物质现象跟这个信息的现象不能分开，信息就是精神现象，在佛法讲的五蕴，色是物质现象，受想行识就是信息，这心理现象，它是一不是二，不能分割，没有办法分割，你怎么分它都是完整的啊。现在从物质现象里头发现了有心理现象，而且心理现象上还是物质现象的基础。这个意思就是，没有心理现象就根本没有物质现象。物质从哪来的？是念头变现出来的。所以科学在提出现在的口号，一心空无啊，这个是佛经里头早就有了啊。佛经说什么？境随心转，境是物质，物质是随着念头的转变，今天被科学发现了，这是真的，是事实啊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夏威夷土著治疗的方法你就很了解了。为什么？心理啊，用我的心理治好你的心理啊。为什么能治好？你跟我是一体。那我们治不好的时候，你不是我，我不是你，这里有障碍，你不通的。他能够治好是他通的啊，你跟我是一不是二。所以他首先要专注在这一点啊，这个病人跟我是一个人，不是两个人啊。所以我不需要治他的，治我的，只要把他的病例拿来看好，这是我的，是我的病例，我把我这治好，他就没事了，他就好了啊。有道理，不是迷信的，在从前说是迷信啊，从前说这是神怪，是不可思议啊，现在发现了啊。这一发现，科学家提出真实的生命，对于许许多多还没有开化的这些土著，他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可以轻视啊，有很多是非常高的智慧啊。而说什么？说这些人，说这个古人，他有一种本能啊，本能的智慧啊，对宇宙之间很多奥秘他们自然都能了解啊。科学费这么多年的累积，一个接一个啊，连续在做，才发现啊，人家不需要。那佛法告诉我们，佛菩萨怎么知道的？是从定功得来的，入定
啊，定中的境界能够突破空间维次，就没有空间维次。换一句话说，在定中，时间跟空间都没有，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，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先后，无量界前就在现在，无量界以后也在现在，就在当下，当下就能解决问题，能解决现在的问题，能解决未来的问题，也能解决过去的问题，所以他解决问题的手段太高了。啊，过去问题呢，从因上给你解决。啊，过去是做错的事情，现在有办法入定的话，能够把那个时候做错的事情改过来。对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你要了解，才知道你自己神通广大了，不是别人呐。佛经上讲的字字句句是自己，不是别人。那无量智慧、无量神通是自己，啊，自他确实是不二。啊，所以愿行六度，即法门无量誓愿学。你看，法门无量誓愿学要不要学呢？六度修好了，无量法门就现前了。佛道无上誓愿成，啊，他真就现了。为什么呢？障碍除掉了吗？六度是除六种障碍，不是度别人，是度自己。度别人是修慧，啊，修福；度自己是修智慧，是修德、修慧。啊，对待别人完全是修福，福慧双修啊！啊，这一句佛号念好了，也如是啊。啊，下面就说出来了，布施、智、兼贪，你看这六种治病的。我们因为有兼贪，有迫切，有嗔恚，有懈怠，有散乱，有愚痴，所以自信不见了。啊，你看我们自己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，就这六种烦恼，把它盖住了。这六种烦恼去掉了，你就明心见性，你就成佛了，你就无所不知。无所不能。首先你要真的清楚认识它是病毒。啊，这每一句的下面两个字是病毒。必须把它除得干干净净。啊，一丝毫牵连没有。啊，我有的东西欢喜给别人。我没有的用，别人用我欢喜。啊，我有的用，别人没的用，感到难过。啊，样样是先别人后自己，这个人多快乐啊，多自在啊。烦恼无量无边，兼贪是第一。必须把它舍干净了。
啊，佛门里面供养啊，尤其是严重。啊，十方送来这些钱物，他为什么要送来？他想修福啊，他有目的的。我们享受了，没福给他，那这个不是可麻烦了？你怎么赔偿他？啊，这就是古德常说的。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啊，皮毛带去还。你到时候怎么还债哟？这好多人不知道啊！啊，道三宝物。地藏经上讲的果报，佛不能救你，你造了无逆十恶堕地狱，佛能救你，道三宝无佛不能救。那就是说这个罪是极重的罪业，因为人家供养三宝是想成就那个修行人，他将来成佛做主啊，我要沾他的光啊，他一定会度我。啊，你今天享受三宝的供养，你佛也成不了，啊，智慧也开不了，那你将来的果报在地狱，地狱出来以后变畜生还债呀。啊，你享受多少统统要还了。所以知道这个事情怎么肯干这个。啊，饿死我也不多三宝物。啊，饿死不多地狱。这个道理要想通啊。我们今天就是面临这种扰乱的，供养太多了，怎么办？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大量引经布施，啊，布施这个大经扩注。啊，我已经通知我们的协会，大经扩注今年第一批印的时候10万套，啊，另外中国那边要出一部书，群书之要是注，啊，一批年轻人做得很好，这部书能救国家，能救社会，啊，出版我帮助他们印10000套，啊，价钱还没估出来，啊，这是第一版。第一版出来之后，我还想再帮助他印第二版、第三版。啊，如果我们的财力够，我也希望帮助他印10万套。先在中国流通，然后再帮助全世界流通。全世界流通要把它翻成英文。至少要1年的时间。啊，全书之要360的这第一册
英文版已经完成了。啊，大概两个月可以印出来。印出来看看，如果再校正没有错误，就大量翻译，对全世界流通。啊，这个可以送到联合国。啊，我们要把这个十方供养啊，要真正把它做功德来做啊，啊，全心全力来做好事啊，啊，决定不能有一点点浅谈。啊，这就是修布施啊，破自己的浅谈，给一切众生祝福。第二个持戒，持戒就是守规矩，所以我们要劝导别人怎么说法，不要去理会他，记住佛陀教诲，祖宗给我们的典范，佛教徒爱国家啊，国家领导人不管他是做得对还是做得错，我们统统要遵守，错误的决定也要遵守，没有怨言啊，前面老祖宗做了榜样给我看嘛。我们没有这个智慧，不晓得他为什么这么做，但是一定有道理，道理太深我们不明白啊，我们也能够照做就对了，慢慢你自己就会明白了。我们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作奸犯科，不能做犯法的事情，佛法才能在全世界弘扬，才能得到一切人对你的肯定啊，佛门弟子绝对不会做坏事啊，临死都不会做坏事啊！为什么呢？我们死了到极乐世界去，我们要做作奸犯科，死了之后到三途去，死不要紧啊，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啊？这关系很大了。死了到极乐世界做佛，好事情啊，求之不得了。怎么敢犯戒呢？我们初学佛的时候，李老师给我们说佛的四重戒，没人讲的，这李老师告诉我的，要告诉我们莲友的啊。第一个，梵王经上有两条，不足过贼，不谤过主啊，过贼是什么意思呢？伤害国家民族的事情，你要去做，这就是过贼，决定不能做。啊，过主是谁呢？从国家领导人到地方领导人，都是算是过主。啊，一个县的主是县长，啊，现在县书记；一个村的主是村长跟村书记。国家之主啊，是国家的主席。啊，他们纵然有过失，与我们不相干，我们没有理由去回谤他，去批评他。
不可以，这不是你的事情。那我们要认清楚我自己本分的事情是什么，把自己本分事情做好，别人好处我们赞叹，别人不好是不好的地方心里头都不要放，不要说在口上了。所以人最怕的就是把别人的路数不好的地方撞在自己心上，心就坏了。你的心本来是良心的，良心变成别人的垃圾桶，你不是愚痴到极处了吗？佛经上常讲，佛菩萨看众生可怜悯者，众生有什么可怜呢？这是第一个可怜地方。你看，把自己的良心装别人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装变成别人垃圾桶。这是最可怜最可怜的，没有比这个更可怜的了。翻过来我们就佩服佛菩萨，佛菩萨心清净，一丝毫染污都没有，所有一切众生犯任何错误，佛绝不把它放在心上。那为什么呢？心是清净的，心绝对没有染污。这才叫自爱呀！自爱的人保护自己的清净心呢，保护自己的平等心啊！决定不要受污染了，这就对了。又何况英国经上讲得很清楚。个人因果，个人承担啊，不需要我代替他承担啊。他有过失，我放在心上，他的过失变成我的过失，你说冤不冤枉？我再要常常去批评他，我在造口业。将来我自己造的这个果报就到三途去了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，不是吓唬人的。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这几个字很简单，意思非常之深呐，你能体会到吗？就持戒守规矩，就这么一句话。佛的规矩要守，祖宗的规矩要守，国家的法令规章要遵守，做一个守法守规的人，忍辱支撑慧，不如意的事情古人就说啊，不如意事常八九啊。一天十桩事情里头有八九岁八九样都不如意。你一发脾气就坏了。发脾气不能解决问题，只能把问题搞得更糟，更复杂。不如意的事情来的时候，心地一定要保持宁静，如如不动，你才有智慧能处理问题，能够化解冲突。所以不能不修忍辱波罗蜜。金刚经上讲六度，不施忍辱讲的最多。为什么？布施是重福，是修福，忍辱是保持你的福。不让你的福报流失，
忍辱可以保持。那没有忍辱，福报再多保持不住。那这两样讲的最多，也就是六波罗蜜的这两个最重要。人要学，学未成慧心，你的心地就清凉自在啊，你就法喜充满了啊，你真正得到快乐啊，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就是没有成慧啊，你看没有兼贪，没有破戒，没有嗔恚，这个人多幸福。啊，为什么能够能忍呢？知道一切法空。啊，好的事情也是空，恶的事情也是空。到最后都归零了，大家都平等了。啊，常常有归零的这个念头，有这个概念，你在什么环境里头不会发脾气，怨恨恼怒烦统统消失掉了。啊，这是讲真真有福啊！啊，有一丝毫骄慢，孔夫子就远离你了，啊，对你怎么敬而远之，不敢亲近你了。啊，傲慢是嗔恚的一份，而且是嗔恚的根。啊，莫那的四大烦恼，讲我爱，爱就是贪，啊，我吃。我慢，慢就是嗔恚。啊，所以爱是贪的根，慢是嗔的根，不能不看破啊。啊，佛家讲慈悲不讲爱，什么原因？慈悲就是爱，但是慈悲的基础是智慧，这爱它有智慧。啊，世间人讲爱呢，里面是迷惑，情执就麻烦了，他会做错事情啊。他带给你是烦恼啊，啊，所以慈悲带给你是智慧，啊，爱里头有智慧，这慈悲，爱里头有情执，那是烦恼。大家看，喜怒哀乐爱恶欲，这七情，这是烦恼的七大类也。啊，他有情执。它不是智慧啊，所以佛法用这个字很有讲究的，精进至懈怠啊，懈怠也是很严重的烦恼，懒惰啊，懒散了
清净，于是佛菩萨祖师大德才给我们定早晚课。无论怎么懈怠，早晚课要保留啊，这是最不得已的办法了啊，是为了这种事情才给你定早晚课的。啊，希望你能够精进，精就是专一，不杂不乱，这叫精。啊，精是进步，不能往后退。啊，你要保持住，你才会有成就。啊，所以这几天有几个同修来问我。啊，不错，都还是些年轻人，不到30岁，想发心呢，学讲经，好事情。到哪里去学呢？你发心就学成功了，什么地方都可以学。啊，你是找个佛学院，找个学地方啊，你学不成功。那佛学院老师多，学生多，在那里反而学不到。一个人在家里学的时候，哎，真学成功了。那刘素云居士不就是个例子吗？他在学习过程当中，谁知道他？没一个人知道他。啊，10年学成了，大家跟他一接触，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。啊，说话不是像普通人，啊，这是不是开悟了？是不是正果？我们也是从一个电台访问录下来，大概20多分钟访问，这个资料我们看到了，那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啊，因为他得的是重病，8年了，这个人还在不在？不知道吧，找同学们去打听打听，说这个人还在，哎，还给我一个电话，我就试试看，电话一拨，果然是他接的。他接到我的电话也吓了一跳，啊，才知道他52岁得的这个重病。啊，读经了，念佛了，啊，病不理他了，几个月之后病好了。啊，经怎么读的呢？啊，我们原来不知道，以后见面才告诉我，他得到一套《无量寿经》的光碟，是我第二次在台湾台北了我们图书馆讲的啊，好像这一部经讲圆满，那个时候是用李老师的这个眉注做参考的啊，大概只有100多个小时，这部经就讲完了啊。他告诉我，他们一片是1个小时，这1个小时啊，一天听一片，重复听10遍。啊，他说他学佛只听懂一句话，
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。他说：“我就一门无量寿经啊，一天呢听十遍，就是这一个小时听十遍。明天听第二遍呢，第二篇也是听十遍。这一部听完了，从头再听，十年没有间断。”除听经之外，他就念佛。他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他真念佛三昧。啊，所以我问他，往生有没有把握？随时可以往生，有把握。他都自在了。啊，所以有人说他有神通。有人说他开悟了，都有可能。那为什么呢？得三昧就有神通，能力恢复了，本能恢复了，你障碍去掉了吗？你烦恼减轻了吗？所以能力也恢复了，啊，智慧开了。没有学过的经，你去问他，他都能给你讲得很清楚很明白。这是开悟的现象啊，不只是无量寿经，任何经典你去问他，他都给你讲解。十年了，我们今天需要的是需要这样的人啊。齐居士齐素平老居士找我，他说他在甘肃建立个道场啊，今年七月完工，里面有个男众佛学院，有个女众佛学院。我推荐刘素云居士去做女众佛学院的院长啊，他那个方法真能成就吗？不要请很多老师啊，学生也不要太多啊，我跟他讲，学生最多不能超过20啊。如果有20个学生，你在学生里头选10个正课生，10个旁听生，你才能教得成功啊。10年之后，有10个顶尖的讲经人才出来。你这个佛学院世界第一啊！剑桥大学麦达维教授来找我，希望我到伦敦去办个书院，属于剑桥大学。我没答应，原因是什么呢？我这种方法学校不能接受啊，学校也能接受，我就办。啊，我只要20个学生，10个正课生，10个旁听生，每一个学生专修一门，时间10年。啊，10年之后，每一个学生都是专家。啊，真有成绩出来呀！学生不但有智慧，有德行啊，品德兼优啊，这是现在学校里培养不出来的啊。我教这个齐居士，你好好的去办啊，10年之后，你对于中国佛教有最大的贡献啊！男众能有10个法师，女众能有10个法师啊！经教讲得头头是道啊，自己也认真修行，戒行并重，
这个功德比你一生做的任何事业都大。因为人能弘法了，非道弘人呐、啊，人才第一了。人有十个法师啊，男女正过十个、二十个，那还得了啊？那震动世界啊，不需要找人去学。去教啊，我们的光碟很多啊，用一部经专攻这一部，把四个根扎稳啊，用出家人要加上沙弥律仪，四个根扎稳，十年如一日，他就成功了。现在时间到了，啊。